Yes。我旁边坐一个小鲜肉，还有小鲜肉的妈，这个是我们学生家长，对，跟他儿子，然后刚刚从那个温哥华抵达多伦多，对，所以刚好可以来参加我们 live 场，而且就在我旁边听，哦，所以对这个小朋友叫 Hans， 这个是学弟，好，那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人，我们目前有12个人，我看我邀请我自己的学生都还没上线，我自己的学生都还没上来。好，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Julian， 大家好。好，那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公司，有些人只是看了海报，然后来参加活动。那我是留学公司负责人，然后也做留学代办12年。你等我一下哦，他可不可以不要讲话，很吵。对，我在那边吵。对啊，我们现在在多伦多，所以我们现在时间是礼拜五晚上啊，跟你们一样是10点，所以等一下讲完之后我就可以去睡觉了，洗洗睡。好，那我们今天我的公司在台湾，所以可能今天来的有一些是家长跟我们顾问已经咨询过了哈，所以被邀请来。那有些人是看了海报来，所以如果你之后听完这个座谈会想跟我们预约咨询的话，你可以敲我，好吧？那或者是我都有 FB 给你们讯息嘛，你们也可以FB 私讯我，好吧？那如果之后有机会来加拿大的话，温哥华、多伦多，我觉得我都 OK， 好吧？啊，那我就住多伦多。好，那我自我介绍完毕了啦，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好不好 ？Ray， 你已经上来了吗 ？Yeah， here。好，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对，对，就是所有的主讲人都是我去邀约。那今天这个主讲人是主动跟我说，朱莉安，如果你觉得有学生想去美国申请大学，那他刚好也在美国正在读大学中，那他可以来帮我们做分享。那我也二话不说就说好啊，哈，虽然我们家做加拿大比较多啦，哈。那瑞大概是几年前？5年前吗？4年前 ？Yeah。来多伦多，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小屁孩，然后我印象中是我去接的啦，哈，还有 Spring 跟另外一个同班机抵达的男生，那两个就难兄难弟啦，哈，然后就一路走过来，所以我觉得还蛮想念他的，所以今天能够再次看到他，有时候只是用 Line 嘛，或是 Facebook， 那今天可以。听他好来做这个45分钟的一个座谈会，所以我也是蛮开心。那我知道他在美国混得还不错了哈，但我也不知道他在混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是要对要好好的听，好不好？那如果中间想要问问题，那我们不希望打断，所以我们就把它留在 Q&A。那你想要举手发问的，还是想要留在留言板的，都可以。好吧，所以到时候瑞讲完会有个 Q&A 时间。那如果你上来之后，尽量就是声音关静音，否则可能会干扰到，好吧？好，那我废话不多说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瑞。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徐瑞成，然后英文名字是瑞。如果在未来之后你有想要 contact 我，私下要联系我的话，你可以叫我 Ray 就可以了。然后我这个座谈会，我是希望能提供一些学弟学妹之后有对美国学校有兴趣的，可以多知道一点资讯，然后不会之后过了那条路了，过了这个路口了，然后发现自己其实当时候有办法，但是。却不知道有这个资讯，然后我今天就希望能发挥到这个作用。我读书历程，我高一高二的时候是在嘉义高中里面读公益的，然后是读到高二的上的时候，我休学了半年，然后之后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公益高中叫 Etobicoke College Institute， 它是在大多伦多地区里面的一间公益高中，然后。之后过了一年之后，我转到了UMC 高中，然后去 finish 我高中最后一年的课程。当初会想要去读多伦多，像那种
比较北美式的那种高中的话，是因为从小看蛮多电影的，然后就非常向往说有一天希望有那个机会去体验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个北美的高中生活是否是真的那么的有趣。然后毕业之后我拿一个 gap year， and then moving forward， 我现在已经过了大一，然后我现在大二，就是在丹尼森，然后也在宾大，然后修亚丁学校的学程。我目前是大二，那个上面可能标出了，抱歉。But anyways， 丹尼森是一间物理学，然后宾州大学非常不一样，是比较大一间研究型的大学。然后我当初选择朱利安的话，我记得是我妈妈有一天她在一个广告的页面上，然后看到朱利安的名字，然后就很凑巧打过去，然后价格蛮实惠，然后感觉服务态度跟所 offer 的那种 service 都还蛮全面，蛮 comprehensive， 然后又非常的认真负责。然后我之后在两年的就是两年在 contract 两年的里面，给朱利安代办的过程中，都可以感觉到朱利安所做的应该都是 beyond like business， but sometimes 朱利安会拿免费的，像那种台湾的卤肉饭、牛肉丝那些，就非常的像小球星啊，就不是说那么冷冰冰的一张纸而已。他那个朱利安是非常的用心在对待他的学生，所以我还蛮glad that 我妈当时我选择朱利安，然后我也有办法认识到朱利安这位非常wonderful 的一个代班。然后 as you can see， 朱利安本人 100% there's no catfish， and yeah， see that is one of the primary example， 这些都是朱利安他的学生，然后他们像他这种去常常去他们家吃饭是还蛮经常的事，就是每个月时不时一两次，然后就会邀我们全部家吃一顿台湾的饭。因为你如果说在国外，然后要自己去下厨，如果是去外面吃的话，都非常的花时间，也会花钱。但是朱利安有时候的话，也就是非常热心的，就是说制造这样的机会，我是觉得还蛮难得。因为我在另外学校里面遇到的一些留学生，他们大半都不会做到像这样的怎么说layer 吧，这样的程度不会到这样，所以我觉得那是算蛮特殊的。然后这位呢就是 Spring 学姐，第一次接机的时候是 Spring 跟 Julia 来接我，然后我记得那一天隔天以后是 Spring 学姐带我去逛一逛多伦多这个市区，然后大概是怎么做交通啊，然后如果要去哪里吃饭啊，要去哪里买东西啊，是哪一个区哪一个区，这方面都讲得蛮清楚的，然后就不用再自己去花半小时几个小时去那边研究，我觉得这还是蛮非常方便的。对，就总体来说非常的全面性，非常真的是非常优质的服务。然后这个东西的话这项礼物是在我到美国读大学的时候的 I believe 在冬假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还要在跟，虽然说没有给朱利安办，但是我们还有在联系，然后朱利安那时候就寄了一箱满满的台湾给我。那这个话非常难得，因为读的文学院非常偏僻，几乎不太可能有 access 到这些exotic， you know， so it's pretty precious and kind of like a great， you know， like very heartwarming kind of like thing that I really could get， you know，
also never could have expected. Yeah. 我现在想到之前在加拿大读高中的时候，公立高中的话是比较宽松一点，没错。然后需要的资源也比较高，然后那个 course demanding 比较少。然后十二年级的时候，当我转到这间 UNC 高中的时候，它的 demand 会比较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之后，如果说有兴趣想要升比较好的学校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可以 present 你你的学术上的准备是否充足。如果说你去一个比较严厉的高中的话，那么招生办会对你的怎么说，会对你的个人的知识比较有信任度，因为他知道你有通过这些比较 rigorous 的 coursework， 然后依照那个你的成绩单看的话，他们会比较放心说，当我们之后录取你的话，你有办法做我们这些大学里面所分配给你的注意啊，或者说任务之类的。然后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是除了学术以外，UNC高中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的顾问啊college counselor， 或者是说你学校 intern 里面的 academic counselor， 你学校内部里面读书上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你要做一些课外活动啊，这些资源其实都还蛮多，只要有问的，或者说只要你去校里面走一走、查一查，这些公告那个公告啊什么都还蛮多。然后我当时候也有一部分都会去参加里面这样的一些open。然后这件话就是我现在讲Etobicoke College Institute， 然后 fun fact about 这间高中一个非常有趣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电影叫做 Mean Girls， 他们拍摄的场景就是这间高中前面这个，你们看到这个校门为背景，可能没有很多人听过，但是在国外算是一件蛮有名的一个电影。然后另外一个 fun fact 就是Justin Bieber 的女朋友，之前一个他的前女友 Selena Gomez 曾经到我们学校的毕业舞会里面来跳舞，这是算比较有趣的一些facts 关于这间 ECI 高中。这是我公立高中嘛，然后综合来讲的话，是一间自由度真的非常高的一间高中，就是说你如果看个性的。如果说觉得比较自觉性，比较喜欢自我学习嘛，不太喜欢别人教哈，不用别人管的话，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选择啊。如果说反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UNC， 我觉得就看你的 fit， 看个人的情况，看比较适合哪一件。对，当初选择美国大学原因是之前。在家里跟我妈讨论过美国大学跟加拿大大学的差别，就是说他们的钱真的比较多，就比较容易拿到多的奖助学金。加拿大也会有，但是名额的话真的是少之又少。像我记得那时候申请的话，多伦多大学是每个国家一至两名会有全额奖学金的，但是就非常的稀少的。然后其他加拿大的大学也有，像 UBC 啊，或者说像 McGill 那些应该都会有，没有学校，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是会有的，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再去详细去他们逛看一下。但是总之来说的话，美国的大学你只要是 Top 50的话，然后你去看 Top 50有个条款叫做满足 100% 的资金需求，就英文叫 meet 100% financial need。
那个学校的话，你基本上只要上的话就，你就可以直接有办法去覆盖，不用说，不会说那么贵，不用说一年要花2-3万之类。有些学生一年都没有付钱，然后有些学生只有花可能跟着台湾大学一样的钱，看你的那个你那时候填的金额是多少，就是那时候填的你一年可以付的金额是多少，就是按年去走，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宾大跟大连生是那个 Ohio Five，然后宾大的话是就长春的，非常有名的，就怎么说，it's 非常难去割舍一个机会吧，就然后再加上个人还蛮崇拜他们那个宾大里面怎么说，他们校里面的 legacy，像Elon Musk。或者说像 Warren Buffett 都是在金融界与科技业界里面非常，就是说非常传奇的一些人物，都是宾大校，然后觉得可以be part of that kind of heritage in some ways kind of makes myself more confident in achieving my own goals。选择课程的话，我觉得是每间其实都还蛮多的，但是毕竟大的学校的话，那个课程量会更加的多，而且以宾大来说的话，它是算全球最有钱的一间呢大学，它的那个 endowment 校那个学校那个。捐助资金有200亿美金，就是说师资啊、设备啊，什么都是最新的、最好的。然后你可以非常的放心，说你到这间学校的话，你不用担心说东西用的不好啊，主持的不好啊，或者是说你的怎么说那个老师师资不好，因为他们那个师资那个老师教授请的都是各个领。最好的，然后，但是这也算，这也反映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到像宾大这种比较大型的场那种里面去的话，他们是因为那种都是比较有名的教授，所以他们的 schedule 都是 divided very concisely that one by another。So，你不可能是说直接 pop in 到那个教授的那个。office 里面，然后就直接跟他问问题，那个都是要设 schedule。但是比较 accessible 的话，一般都是研究生的，像研究生他们会，excuse me，他们可能都去打工，然后所以说他们不一定当你的 tutor 啊之类的，那这些东西会比较 accessible。但是教授的话就可能比较他们比较忙一点。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说个人 preference 吧，就。非常向往，能去外面交换，broaden my cultural knowledge，also my ability to live abroad，and it's always about exploring and learning more，either me or outside。丹尼森大学是在俄亥俄州。然后俄亥俄州的话，就是在宾州的左边而已，所以其实算非常的近。然后它是在Ohio 州的 capital Columbus 的半小时车程的旁边一个小镇里面。然后学校的话是在一座山上，然后算是非常漂亮的小镇，就是非常的怎么说，有点像山里的仙居一样，就是说，树木草比较多。像我刚刚去那个 CBS 美国的 7-Eleven 买东西回来，然后我走在路上，然后旁边就看到一个麋鹿跟他妈，一个麋鹿妈妈跟他的3-4个小麋鹿在旁边吃草，然后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小镇非常惬意。然后
文理学院的话，他们的一般来说他们的那个跟大型的研究型大学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他们只有招本科生，然后师生比非常的小，然后一般也都是四年制，就跟那个所有的美式的本科制度是一样，全都是四年制。然后文理学院的话，他们如果说你因为很多学生都会 involve 到research 就是研究嘛，然后这个好一点就是说他们那个学校里的 professor 做研究分并不是去教 grad student， 所以说他们教本就是教那个 undergrad 就是本科生，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本科生对研究说科学上面有需求的话，然后你喜欢比较小的师生比，然后可能会喜欢偏一点的那种 setting 的话，当然文理学院也会有在适用，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偏的那种 location 的地方。如果说这样 OK 的话，你可以考虑两个，说不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fit， 还有一个选择。然后丹尼森总共有65个 academic programs， 去年是50几个，然后他最近这几年真的蛮多的。然后我可以说丹尼森大学最好的说学术以外的 resource 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 Career Service， 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 Wellness Center， 学校现在有两个 Wellness Cen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今年刚刚建好，非常新，非常的，我今天刚刚去过，非常的modern， 然后那个职涯中心的话，我个人的经验是，它的里面所有的 like employee 甚至比宾大那样大学学校还要多，就是非常的 interpersonal， 对，就你不用怕说找不到人帮你这样，只要你敢问就有人去帮你。然后如果说像我刚才讲说，如果说你像那个对学术研究有兴趣的话，你不只是做研究而已，你还可以去 earn money， 像那个学校会提供$4,000暑假可能两三个月，就五月到八月，然后做那个 summer internship， 或者说你那个 summer like 那个学生做那个 research， 就是 research internship 的，然后也做大概的 stipend， 就是大概薪资，就是 stipend 就是薪资的意思。然后而且吃住方面的话，还有你可能说做研究你要搞个车费啊，或者说你要什么素材啊，那些学校都会 cover。算是还蛮不错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所有的文学都蛮重要的，因为丹尼森也是算一间还蛮有钱的学校，他整个学校只有2000左右的学生，但是学校的资助额有$10,000，对，算还蛮有钱的学校的。然后丹尼森大学招生政策的话，其实跟其他大学所的大学其实都差不多，都是 holistic admission， 就是只会看你的 GPA 啊、SAT， 或者说你的 TOEFL、雅思，还需要在课外方面展现你就是说个人的兴趣啊，然后你是为了什么而读书啊，然后又会说你是哪些方面的 goals。想要去 achieve 的，那你现在你有做到哪方面？这因为我觉得都去不够培养，不够去尝试，然后之后才慢慢去 present 在你的申请书上面。然后成绩方面的话，你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是今年就是他们都按那个校牌就是排前十排，当然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他们这个不会介意。然后 testing 的话是 optional， 其实现在大部分学校都是 optional，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就是会进行提交，因为你多一份成绩，让他们多一份了解你的 background 的话，他们就更有怎么说信心去 either 接受你，或是去不接受你。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有些申请者他们不去递交那个成绩的话，有点鸵鸟心态，就是说怕成绩考不好啊，然后没有办法进去。但是也有我见过。several 例子，他们也是说高考没有很好，但是可能态度不错啊，还是会进去。但是那个，我觉得说你们就尽量把你的所有都 present 在
展现在你的生日书里面，然后让那个招生办，学校的招生办去决定说你到底适不适合去录入他们学校。我觉得毕竟他们会懂比较多啊，我觉得强留瓜不贴吧，就硬要进去那些学校，就算心里面进去了，但是不适合，我觉得也不是太好的一个 approach。毕竟你要在那边待10年，学习也然后也是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没那么重要啊，对。然后，my selfie when I have hair， 宾州大学是那个长春的盟校的一员，然后建于1974里面，然后算是间中型的学校，因为本科部的话就只有10000人，其他比较多的话就是研究生之类的，还有那个博士生。然后我们称我们自己是美国的第一所大学，虽然那个哈佛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第一所。我们的 argument 是说，现在美式的大学教育都是文理教育，就是每个不止文要修，理科也要修。然后真正以这个课纲为基准的第一间大学就是宾州大学，然后哈佛大学跟普林斯顿还有耶鲁是后来才慢慢跟进的。因为宾州大学串校的一个非常的明确目标就是非常的实用主义，然后如果说以耶鲁啊、哈佛、普林斯顿啊，他们刚刚串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嘛，然后他们那个串校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是从英国以来的神职人员，他们主要教的都是关于神学啊，或者说文学这样的、比较不属于理科的一些科系，然后真正把那个理科融入课纲，就是融入课纲里面是变为必修的话，是宾州大学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非常 proud of our origin, our heritage, and our like our purpose of like our own pan education. 学校最知名啊，就是 Watson 应该不用讲，然后。每个学校每个学院都有每个学院非常知名的校，像那个商学院最出名的话，就巴菲特，然后华伦巴菲特，然后 Donald Trump 前一届的美国总统。法学院的话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前一任的美国的司法大法官，有好几个就是宾大毕业的。然后医学院的话，我们的医学院是全美最好的，所以说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宾大，跟商学院一样。然后在文理学院里的话，最有名的话就是在文理学院里面读物理科系的 Elon Musk， 他是算目前为止算是在整个学院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校友。然后第一位置确实非常的不错，在那个费城里面。然后费城的话，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就是说，算还蛮潮湿的，虽然没有像台湾那么潮湿，但是算美国来讲的话，算比较潮湿的一带。然后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这 OK 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反之的话，可以考虑中西部，比较干燥。像多伦多，或者说像Ohio 啊、Michigan、Chicago， 最后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就是美国在独立后的4年，他们建的第一个首都就是在宾州，然后。他们以宾州为首都，是从1780年到1790年，这4年间以宾州为第一个首都，所以说他们都叫那个费城为老的首都。
by Old Capitol。所以那边有非常的怎么说，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建筑。像我前几天才刚刚去拜访的，他们去 sign 那个签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然后还有第一个宪法草案都是在宾州里面签的。然后其实离宾大就跨一个桥，然后过几个街区，就过一个那个市中心，然后就可以看到了，算一个 fun fact。然后，我的话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当初想要修一个长城的学位，但是不太喜欢住在城市，觉得自己比较适合乡下这种 setting， 那种乡村比较聪明鸟叫那种比较乡邻惬意的这种生活，所以我跟学校back and forth， 然后去讨论了还蛮久，然后才。Come to a end that 他们允许我可以说算两个学校都修，然后对，就可能 course load 会难一点，就比较 overload 一些，但是感觉是我想要，所以这个方面的话看个人啊，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双主修并不是 list 在那个menu 上面，就是。不是在学校官网上面，你看不到这个东西，但是算 special services， 所以一般是不太可能。就我只是说一下说，如果之后说到时候你有什么各种特殊情况想怎么样的话，就多去跟学校沟通，看看他们都可以accustom 的状况这样。Ivy League 长春的联盟的话，中了八所，然后最开始的话只是一个体育联盟，就是打球而已。然后后来的话，这帮学校因为可能那个学术上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学生的背景啊，都是算比较高的，然后后来就慢慢成为一些精英大学精英社精一个怎么说非常精英的一个项目，然后。这八所的话有那个比较有名叫哈佛，然后耶鲁、普林斯顿、宾大、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康奈尔，然后 Dartmouth 跟那个布兰大学。然后我看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这八所 Ivy League 的话都会有一些学员比较知名，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么好的学校，我觉得去哪间，其实你要修什么科系，其实都不太有什么差。我觉得还是要看你比较喜欢哪一间的风格。而像 Penn 的话，比较属于说比较向前看的学校，就是说那个学生群体都比较喜欢想着怎么赚钱。然后哥伦比亚的话，就会怎么说，学生群体就比较像 overachiever， 非常的。想要去做更多，然后想要去创造更多自己的 record 里面的学生群体，我觉得是这样的话，就 Columbia。Harvard 的话，我感觉就是最有名的一间，对吧？就是最好的美，就是北美最好的一间学那个高等学府。然后一个 stereotype 就是说，去哈佛的很多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好，但是就是知道它好，所以他们就去了 Harvard。然后 Dartmouth 的话，像它算是 Ivy League 里面最偏僻一间，它的 setting 非常偏僻，在深山丛林里面。对，如果你觉得喜欢那样的话，也想去 Ivy， 考虑一下 Dartmouth。然后 Yale 的话，算是一个跟 Harvard 的 rivalry， 他们在那个学术上是 rivalry， 在那个体育上也是 rivalry。然后 Cornell 的话算 I 里面别人都会 mark 他说是最容易进的一间，然后也是最大的一间，然后 location 的话非常的抑郁，但是我听一个耶鲁的朋友讲说 Cornell location 太难了，就非常抑郁。然后布朗的话算所长里面最 liberal 的一间，个性的话如果比喻成鞋子就你像那个鳄鱼鞋 Crocs。然后普林斯顿的话就是
Princeton 跟 Penn 的话就是 rival， 就像 Harvard 也有 Princeton 跟 Penn 的话是那个篮球上的 rival， 然后 Princeton 算那个苏埃里面仅次于 Dartmouth 算第二个最小的 size。然后IE Plus 的话就是说除了常春藤盟校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在美国的其他地域的大学，有一些其实跟那个常春藤盟校他们的那个学术上还有说那个生育上那个是非常 equivalent 的。然后这另外就是马斯就是麻省理工啊，然后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还有一些叫那个加州理工的学院，还有斯坦福大学。对，就这件事刚好刚才全部 list 完，就这几件。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去寻找一些比较好的文学的话，然后有点像跟我说像 Omani 那种名声比较好的话，那就要去找的话就要找这个联盟。他这个他不叫常春藤文理学联盟，但他基本上就是文理学中的一个常春藤联盟。他叫 NESCA， 他的全名叫做新英格兰文理学联盟，然后也是一个体育竞赛联盟，但是所有的学校里面都是算最好的文理学。像那个王力宏就是毕业于有个牛在左方有个牛Williams， 他就是已经毕业，这个算是全美最好的文理学，跟那个 Amherst 右下角一个 A 的 Amherst 起。如果之后想要申请美国大学的话，所用的 platform 大部分来讲的话，大多数的学校都是在这个。可以写下来，我是在 Common App。 然后有一些学校像麻省理工乔治城跟那个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学校的申请系统，这个就是比较例外，就是大部分的藤校，他们还有说其他比较好的学校，他们在上面都会有option， 你可以从上面选。申请表格的话就非常的 generic， 就是说听的你课外活动做了什么，个人的资讯这是比较必要。然后 SAT、ACT 现在大部分学校都是optional， 就是你可以交互不交，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去交。然后如果说考不过三十，或者说你 SAT 考不过1400的话，不如多去尝试。然后关于说准备方面的话，我觉得不用花钱去做那些，就那时候我也没花什么钱，好，就去做网络上免费的其实就够了，就是一般上只要能考过就能考过，不会说因为你多做哪些题库会somehow增加的。我觉得可能有用，但是我觉得没那个必要。申请的作文跟面试的话，作文的话是一定要写的，只要是好的大学他们都一定会要看你的作文。然后面试的话是 optional， 但是我也是强烈的建议说你能去面试就去面试，让他们多了解你。我觉得多去了解你身为一个申请者不会有任何的害处，就能有机会去 present 去展现个人的话，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就能带力量去把它展现出，不要太去顾虑说真的看起来不好或者不好或不好，对吧？就不要怕去展现。然后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多辅雅思跟第一题就是多邻国的英文。测试这方面非常重要，因为以国际生来说的话非常重要一个门槛，除非你可以免掉，但是如果大部分都不能免掉，
大部分你学过新的地形都不能免掉，如果都不能免掉的话，你就要去展现出你有办法使用英文 fluently， 你有办法使用英文非常顺畅的，因为他们的那种美国顶尖的大学，它不只是那个学校的内容非常的难，然后那个英文作为基本的工具更是使用的非常频繁，所以这部分是一定要去展现出来的，也是我觉得一定要去提前准备好的。美国申请大学的话，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一件，就是说，如果说你个人是想要去申请那个奖学金的话，你们那时候看的话会有三点，它这个三个 level，deadline、awareness 这，但是我觉得这都是 some minor， 就是说基本上好的大学，然后会有办法去满足你100%的资金需求，基本上都是非常顶尖的，非常上面的那种大学。那不管你他会不会去看你的经济状况，会不会去影响你的资格，不管怎么样，那个几率其实都差不多，几乎都是5%以下。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的话，你要去申请的时候要看的是这个 Instable 这三类，但是这三类还是可以去稍微去看一下。如果说你要去申请啊，early decision 或者说 regular decision， 那你怎么样真的有太多 option 的话，你要去做三组方，那这三个类的话，你就去稍微去做比对一下。那详细部分的话，你就去之后如果要看的话，去问一下书店。最重要还是要去注意这个名字 100%。这个算是比较重要的，我擦掉了。这是我刚才讲的，对，就SAT、AC 学校他们都会说不太会去怎么说put you in a disadvantage if you choose not to give them your SAT, your AC score, but I would still recommend you guys to hand it in, regardless of the bad or good, just try. 这个方面我刚才也讲过，就是纵观校生，不是像台湾高考一样，你分数到多少没有没有这样是因为太多人都考都会。都考到满分，如果说你那样会凡是招生的话，其实招不完的。这是我今年刚刚从今年回来这边做学术教啊，之前在加拿大就这边修了三门的课程，然后算是一个非常好一个 networking 的 program。因为毕竟说在课程上非常的 generic， 没有 prerequisite course， 所以说，感觉有点，course 不是 main course， main course 是全面去认识非常多的朋友，交到还蛮多，surprising 那边有很多非常来自于耶鲁的学生，认识蛮多在耶鲁读大学的本科生的。真的申请大学的话，申请建校啊，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偏崩啊，要么就是非常有实力，要么就是非常的会抖内。那我觉得非常会抖内的话，可能有点难啊，所以说就努力认真嘛，对吧？毕竟那个抖内门槛我问过。蛮不太实际的人。One of my favorite quotes 还蛮喜欢的一句名言佳句。这也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说到时候还有什么不懂的话，想要懂更多的话，可以私信我。
我这边停十五秒，你们可以take notes， 可以 follow 一下。如果未来还有需要啊，feel free of charge。只不过有时间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忙，有空的话我也尽量能回就回。可以了。谢谢。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下可以问我。好，我们谢谢 Ray 给我们精彩的介绍。但有些地方我们可能还是听得有一点一知半解。有没有一些家长跟我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应该来了一点点学生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还有一些我还不熟的人。有没有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 Ray 呢？有吗？没有的话，我就大概发问几个问题了，好不好 ，Ray？ yeah, 一样老问题。台湾学生多吗？你在那边遇到的国际学生，因为这些都是名校，所以我相信当地学生啊都还蛮优秀的。国际学生你遇到的有没有就是，跟当地学生比，你觉得条件大概在哪里啊？国际学生的话，当地生的话是 20% 是国际学生，宾大的话是 13%， 宾大非常就是招的非常。对，是上很少对，然后台湾的话真的没有很多啦，就可能就零星几个而已。是哦，台湾之光哈。中国还蛮多的。中国蛮多的哦。就是说以国际生群体来说的话，中国算蛮多的，对。有一半吗？不一定哦，因为印度的学生也蛮多的。印度学生，对啊，印度学生真的在加拿大也很多，尤其是理工科。对，朱亚，你要先问嘛？刚刚看到有一个问题，好啊，所以台湾学生不多哈，你加油啦哈，台湾之光。还要念毕业哦哈，因为国外大学真的很难进，也很难念完，所以有时候也很快就出来了啦哈。继续加油，好不好？第三年呢，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诀窍了哈。没有，我第二年。第二年 ，OK， 好，加油。好 ，Andy 问，费城区的区域差异高，学校附近社区的治安如何？美国的治安？治安你一般不用太担心，24小时，几乎每过一个转角或是每个角都会有那个学校的保安。你如果说真的不安心的话，你可以去问那个保安可不可以陪你走回去宿舍或走回去你的家。所以说这不用太担心。比较不好的话，怎么说？北美来说，很多大城市其实你知道太晚了，那治安都不会说太好。但是学校来说的话，都会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个方面学校都是第一考量，他们不会说让那个校区的治安太差，导致学生都不敢来这边读，所以说这方面不太需要去担心。但是他们会做到他们的部分，但是说学生的话，当然也要做好自己的部分，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就是说你半夜故意跑到非常边边角角的地方，那这个方面我就没有办法保证。但是说，如果说你就日常的话，半夜有时候去买个宵夜回来啊，这些方面是不太有问题。对，就大家对美国的治安都是有一点觉得很害怕，但校园内啦，基本上是还好。但因为校园很大，所以一定也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些。一定是自然的死角啦，所以自己要小心，尤其是女生，那没有那么多灯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还是走在人多的地方啊，太晚也不要出去。那如果有出去，例如说跟朋友喝酒啊，干嘛的啊，你自己就要注重安全。那你觉得在那边有种族歧视吗？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喜欢这个，感觉没有哎，但是我了解种族其实比较有的，可能就是在我去交换的时候，因为在剑桥交换的时候遇到蛮多学校的学生，会遇到种族歧视的，其实藤校的学生几乎都不太会有，
感觉就遇到几乎就只有伯克莱的学生，伯克莱，对，其他还好，就是但有时候我们就放宽心了哈，就是每个人的素养不一样嘛，那搞不好那天心情比较不好而已啊哈，所以尽量也不要太害怕啊，但也要懂得怎么自保，好不好？独自一个人去加拿大念高中学什么的？我觉得就能想到你能觉得可以准备的话，就去准备。然后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然后说如果觉得说准备不到的话，我觉得就去犯错吧，没什么差，就总要学的，就去犯错吧，反正也是一个机会。然后那样的话，反正还记得深，就准备不到的，不敢没有办法去准备的话，没关系，就反正也是生活，就去那边试试看。毕竟你去那边不只是要去体验那边的高中生活，然后去或者是去学英文，会去增进自己的外语能力。这样的话，另一方面的话，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怎么说个人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方面。对啊，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来加拿大读书嘛，当然就是一个人，所以要认清这个事实。因为在台湾呢，就是每个不是公主，不然就是王子，对不对？爸妈都照顾得很好，那来这边你自己要想办法哈。所以刚来一个月都会比较新鲜，那当然你自制率要比较高那有些学生就是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哦，有的学生会觉得过得还蛮辛苦的，因为妈妈不在这边。那你当初是想要自己来加拿大读书，还是你爸妈要你来？我是自己想要来的，自己想学要什么？来。因为你说你看很多电影嘛，对不对？你比较向往这些北美的读书环境。那你真的在北美读书，你有觉得是梦想成真，还是梦碎了呢？对这方面没有感觉，就感觉不知道，过得还蛮累，但是也蛮快在台湾是过得蛮快乐的，但是不晓得在过什么。那你两个学校，然后双主修，双校双主修，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因为大部分人是一间学校双主修，例如说，哎，我是拿商的，那我可能有拿一些选修课，那我选修课可能对电脑蛮有兴趣的，那我的选修课如果说也蛮多的，我再补一些当成主修，然后学分如果够，我也是可以双主修。那Ray 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在另外一间学校拿一个学位，所以是两间学校双主修，所以两间学校这样子，你不会两头烧吗？蜡烛两头烧。这个的话，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文理学院有很多，他们没有提供那个工程学位，所以很多学生，如果说你是文理学院里面的学生，你们想要学工程的话，其实很容易都可以转到像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这样比较好的学校去修那个另外一个本科的工程学位，然后比较 typical 的、比较常见的那个 program 比较好学校有圣路易华大，然后。想一想，哥伦比亚大学、普大学也有，然后另外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就藤校就只有两所，然后达特茅斯比较 random，然后圣路易华大的话是你 GPA 只要过3.25，然后在指定的那种必修课里面，一般是物理跟化学。只要过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就可以转过去了。然后，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也是这样，但是2019年之后，他们就改了，就是改说你要像那个申请第一年一样，你要申请那个你要写作文之类，就不再是保证。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改变那样，只不过他们写是那样写。就是如果你大一成绩或大二成绩不错的话，你也是可以申请更好的学校啊。好啊，但是如果要真的做到双主修，不管是同一间学校、不同学校，时间管理很重要。我觉得大部分的智商大家都一样，只是说时间上面的管理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
建议啦。我要补充一点，那个冰大并没有这样的工程的一个双主修，冰大没有，比较好选只有我刚刚讲那三组，冰大的话没有那样的，所以说不要听了我，然后等下到时候去那边找说怎么找不到，没有，他们没有，只有他在双主修，其他人不是，对，只有他情况比较特别，大学人，对吧？跟那个，但你刚刚讲的很对啊，多跟学校沟通哦，所以有时候大家都来问代办，对对对，有时候就是每个人 case 不一样啊，所以不是 A 说可以就 B 一定可以哦，好，那我们还有问题哦，为什么从公立学校转到 UMC 私立学校？请问一下 UMC 是不是比公立好？同一个人问的。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转？Let me think about it. 忘了。那时候好像是听说，转去私立，然后好像修比较容易，上大学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 UMC 其实是非常的严，非常的 rigorous， course demand 也比公立的还要高一些。然后如果说问说是不是比较好，我觉得说看人吧。我说像我这么要懒的话，那 UMC 就比较好。如果说你跟我是一样的状况的话，那可能 UMC 会比较好一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如果说你是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学习的那种学生的话，那就去公立，我觉得其实就 OK 了，因为公立的反而会给你更多的弹性去做你想要做的事，这样的话怎么说，快乐学习嘛，对吧？那我补充一下哈，因为这是我们的专长，就是有些家长他会有一些迷思啦，就是说私立一定比较好，因为台湾好像是如此。但是其实加拿大主流学校基本上是公立学校，那也有少数的就是像比较像贵族学校嘛，我们花钱可能都没办法进得去。所以如果公立学校是 mainstream 就是主流学校，我觉得不妨一试。那即便是比较远一点的城镇，但是他们的品质也不会太差。只是说人数啦，规模不会那么多哦，但质量都很不错。但是小朋友的自制力要很重要，因为公立学校基本上国中以上高中就是选课制的嘛，你要自己排你的课表那还要再做义工，然后如果还要参加社团，可是其实三点就下课了，所以你真的要很会运用自己的时间。那大部分如果来得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公立去试试看。但如果你只剩下最后两年，你没有时间摸索了不是你一来英文就突然变好。那有的公立学校它会卡你卡很久，那一年只有两学期制，有的地方是一学期，就是一学年制，所以你要拿很多课哦，一年结束所以对国际学生晚来的，还是说比较被动的，还有英文不好的，比较吃亏那因为公立学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嘛就比较低嘛，大部分是当地人，所以有时候选私立的话有点像是美国学校啦，因为同学都是一些国际学生UMC 越南学生就很多啊，但是大陆学生相对比较少，因为我知道的私立中学都是大陆人，都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可以试试看那第一个就很成功啦，后面就陆陆续续来。那有一些小朋友是爸妈是觉得还好啦，来的时候十年级嘛，我们先试公立，那如果成绩真的没有到很理想，那也可以换一下私立。那私立没有比较松，就像我刚刚那个瑞讲的嘛，就是不晓得这么严格那私立有一点比较逼啦，然后他有四学期，所以每一堂课 semester 三个月就结束了，所以进度会比较快，然后也赶快 push 学生把雅思成绩拿到，因为有些学生读公立学校可是他雅思一直没有考到。对，那 UMC 还有个优点就是还有帮学生做辅导啦，然后去申请加拿大进大学，但美国的大学自己要看着办哦。有一个迷思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好学生的话，你不用担心说你去公立学校等下那个公立去公立学校会不会拖累你的申请书，不会有那样的问题。你只要是一个好的学生，你去哪个学校其实都一样，就是去觉得适合你的哪一个，不要选择逃避，这样我觉得其实就 OK 了。对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好或不好，就是适合不适合。对，但不怕做错，因为这边都是一年一年在续学签，所以是一年一年在付学费，所以如果真的觉得不适合的话可以换别的学校，学分可以带过去。好，那还有 Andy 问说加拿大和美国学生生活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高中啊，一个是大学啊，本来就不一样哈。对啊，但是大学生活比较精彩吧？感觉文化上没什么不同啊。都讲英文的吗？对、啊，然后。但我去过美国玩呢、欸，我真的觉得我去完美国，我就想要待在加拿大念大学了。我觉得加拿大人比较亲切。知道。但美国人其实也蛮热情的啦。嗯，确实蛮热情的。你觉得你在美国受欢迎吗？感觉到哪都不受欢迎。不受欢迎啊？不知道。美国。但我觉得我对瑞的认识已经真的很久，五年了吧？以前真的很青涩，很害羞， 不太敢讲话。但今天这样看他侃侃而谈，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个姨母，有没有？就觉得哇哦，长大了。对啊，那美国应该混得比较开啦。那加拿大刚来嘛，就会比较担心，比较怕，英文还跟不上。我刚刚听他已经 一部分都在讲英文了，我也听不太懂。导游讲。对，那你现在除了跟我们讲中文，你应该没有机会讲中文吧？你有大陆同学吗？只有跟亲戚时候讲，亲戚跟亲戚有时候打电话会讲中文，其他时候还会讲。对啊，我 人生英文最好的时候也是大学时期，大学后就整个退步了。当代办之后，我整个大退步。对啊，但是英文真的还蛮重要的。那个时候再真的加强，就觉得啊来不及了。真的念名校就是课业都很重。嗯，而且东西都很看不懂，真的压力很大。嗯，所以他现在是苦笑，他其实内心很痛苦。念名校哎哈，辛苦了。好，但这个我觉得以后这个就像你说的嘛哈，这个是男生人生很难得的体验哦，就尽量往上追求啦哈。对对对。没想到一个嘉义小伙子这样子，竟然进了宾州名校，我也与有荣焉。怎么这么厉害啦、好，那有人认同我说觉得加拿大人比较友善一点。好，但哪里人都不重要啦，重点就是我们尽量都是 open minded 啦，别人如果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都虚心接受、所以有些人说那你滚回你自己的国家，我就觉得not yet。 因为我有学生去美国玩就被叫说你滚回你的国家。哇、wow. 对，他可能被以为是大陆人啊，但是他就觉得not yet。 我觉得这也很可爱，所以有时候不要太在意啦，不用在意外面的一些声音。 好，那有没有什么其他人有问题？有吗？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不到，其实只要努力的话很多事情就可能。我相信瑞来加拿大的时候也是很彷徨啦，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高中毕不毕得了业，然后你看他也是混得不错啊，也是在顶大，但这中间的努力过程啊真的不为人知啊。所以有时候我都可以知道学生很忙，因为他们真的读书啊很辛苦。所以有机会来回来多伦多好不好，小阿姨招待你。okay. 对，来我们家吃饭。对，因为他记得我煮的，我也记得我去送过便当，有时候真的 让小朋友觉得说哦，有温暖有人疼，真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得起你妈妈了，你妈妈赖我也有啊， 我还有那个赖给他那个进来听的连结。但我不知道你妈今天有来吗？你妈有来听吗？没有吗？不知道。有的话就出声啦、没有的话我再寄影片给你。给你妈妈。我是修那个哲学物理，然后还有文学。有哲学物理文学很厉害耶、我拿过哲学，我觉得那个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我觉得很棒。我拿 A 呢。怎么说？物理我没办法，太难了。我也没办法，修物理是想要说，看我看不会跨过去那个坎，算我最烂的一个科。最烂的一个科。对，我看不会跨过去那个坎。你很勇敢哎，最烂的，然后拿来修哦。我是放弃比较快啊。但大部分的华人都是念工啊，念商啊。
念这种文组的比较少一点，薪资比较高的，什么？薪资比较高，薪资一比较共毕高，业，对，对，现实的，所以你念这个可能赚不回来哦。对，但我们世界需要你，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些物理学家、哲学家什么的。所以你们聊天的内容我们都比较听不懂啊。好，那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这样，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大概一个小时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感谢所有来参加的人，然后最感谢 Ray， 因为 Ray 你现在是几点呢、啊？现在11点。十一点对不对 ？OK， 跟我一样哈、哦，晚上11点，辛苦你了哈、哦。他等一下也要洗洗睡了，那如果未来对留学有兴趣的家长或学生可以跟我说，好不好？那不管是美国的大学，或者是加拿大大学或研究所，或是高中，好不好？那明天我休假了哈、哦，明天我要去 Central Island 玩。你还记得 Central Island 吗？哦，是啊，在那个。Hobart 的对面，要对呀、啊，所以加拿大就是你的故乡了啦。有机会啊，回来玩，好不好？我等你。那有机会的话，我也去找你，好不好？反正我们都在东岸，又不远。OK， 好哦，好不好？搞不好你妈不能去参加你毕业典礼，我可以去哦，邀请我。好吧，加油了。好，那有刚刚那个奖学金的部分我没有好好听到，因为我儿子在那边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proud 的地方，就是虽然学费很贵，但是可以拿到奖学金真的是很棒、哦、不无少补嘛，对不对？而且你说金额也不少哦，7万块是不是？4万块。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是出国留学也不是有钱人的权利啦、哦、像我只有一年下宾大只有付9000多美金，就是说，真的假的？对啊，不要说不可能，就只要如果说他会录取你的话，你就一定付得起这样。对呀、啊，9000多块比你念那个加拿大高中还便宜耶。但生活费呢？你住宿舍对不对？是只能住第一年，还是说4年都可以？是全包9000多。全包哦。真的很爽哎、欸！好啦好啦，想要去宾大当他的学弟的，欢迎就是联络我们的 Ray。对啊，这样真的又是名校又便宜耶哈。太厉害，真的好，那今天就感谢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下一场的分享会。就是之前本来是说要在上个月的啦，后来就延后，因为他工作的关系 on board 比较忙，所以已经工作一阵子了，是我们 Algonquin College 的一个校友。那他背景也是蛮了不起的，他是在台湾念成大硕士然后又工作，然后才出来读书，也算大龄啦哈，应该是快30岁的时候来吧哈，所以也是希望目标是能够出国读书、工作加移民啦，所以现在已经在1/3的路上了，所以如果你也是工程师的话，可以欢迎来参加，好不好？那日期应该是定在3周后，我的 FB 会公告。OK， 好，那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座谈会到这边 ，OK， 好，拜拜，谢谢 Ray。好，拜拜。